主料，香菜200克，辅料，朝天椒3根，青辣椒1根，蒜米4粒，香葱2根，酱油2茶匙，白砂糖1茶匙，盐2茶匙，香油1/2茶匙，醋4茶匙，味精1/4茶匙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2小时以上。香菜洗净切碎备用，香红、朝天椒切小段，青辣椒切小段，蒜切碎末备用，小葱切碎备用。将青红辣椒和蒜葱都放入香菜碎内，加入2勺酱油，加入少许白砂糖，加适量盐，加入几滴香油，加入4勺醋，加入少许味精，把所有调料跟香菜拌匀即可。烹饪技巧：腌制20分钟以上比较好吃。2、太辣一下吃不了多少，就装入瓶内。我这一瓶吃了很多顿，如果吃不了那么辣的，就尽量减少辣椒的用量吧，或者把朝天椒或者大点的青椒，那样就没那么辣了。但是这东西我感觉还是辣了好吃哦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